风玉，你在做什么？喝酒。这么晚了，身上又有伤，喝酒会伤身的。我还是懂得一点医理，听我的吧，暂时别喝。谢谢你关心。不过，你也知道，我们伤人伤酒，喝酒伤身，不喝酒伤心啊。 强辩，强辩！子巧姑娘，虽然你是我国王子妃，但这一路走来，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吧？看你称司空兄弟为司空大哥，唤木月姑娘为木月姐姐，却对我仍连名带姓，不觉得生分了吗？会吗？我们不也才认识几天？而且。 你不也是连名带姓叫我吗？那么，日后你叫我玉哥哥，我叫你阿巧吧。还是你希望我称你王子妃啊？哦，别，叫我阿巧就可以了。不过，玉哥哥挺肉麻的，我们才刚认识吧？凤哥哥，不，凤兄还好一些。 换姓没啥意思啊，阿乔。不然我也换你凤大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不接受，这样显得我很老实的。难道不是吗？你几岁啊？你这样说太伤我的心了。哎，我们不要讨论这话题了，好吧？ 告诉阿乔，你几岁嘛？大约是你的两倍吧。这么大？哎，不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年纪？不是10岁吗？你，原来你是拐着弯笑话我。开玩笑的，好吧。 凤大哥就凤大哥。那么，凤大哥，你方才说商人都爱喝酒，那王子也跟你一样爱喝酒吗？是的，他爱喝酒。这样啊，凤大哥，可以跟我多说点王子的事吗？我很感兴趣呢。 我家事繁重，光处理60名妻妾的事都来不及，并不是很关注王子的事。你有这么多妻妾啊，比我阿父还多。不过，这样你应该很少跟每个人见面吧？他们好可怜啊。可怜？会吗？ 有时娶妻这种事，只是为了彰显地位，或联姻结合不足力量。私人的感情如何并不重要，或许在他们眼中，我也只是一个象征权力的工具而已。只是和他人比起来，稍微体面一些。什么呀，你也太自负了吧！不过听完你说的，会不会王子他，也是这么看我的呢？ 王子也有这么多妻妾吗？你觉得我比起他其他的妻妾如何？说实话。不妙，不妙啊！怎么了？ 脸蛋尚属可爱，身板尚未发育，言行像个孩子，哪有王妃气质啊？你，是你要我说实话的。但你说的也太伤人了。看你这么失望，干脆转身回子国，别继续在外乱跑了呗。我才不回去。
为何如此坚持啊？若你和王子的婚姻只是场利益交换，你值得为他这样冒险犯难吗？谁说我们的婚姻是利益交换的？就算王子那么想，我不这么认为，那就不是。虽然王子的面容我已经记不甚清，但我还记得我们定亲那夜，大星明亮闪烁，那是明君将现的预兆。我看星象，世子国数一数二的准，不会错的。我的夫婿啊，一定是个很好的人。所以我前些日子夜观星象，发现商王是有危险，才会不顾一切离开子国，希望找到王子，与他一起为商国努力。就算他只是利用我与我结亲也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希望让天下稳定的目标是一样的。就只是因为星象，你就这么毅然决然？嗯。你就这么相信天意？明君与否是能从星子判断的吗？若是天错了呢？至少目前为止，我的判断都是对的呀。而且这些星子在天上数百数千年了，为何要骗我呢？对了，沐月姐姐说星子是人的魂灵所编，会是真的吗？听她那样说，我忽然有点不敢再关心了呀。难不成我们的王子非怕鬼神？但商人其他可以怕，鬼神应该不怕才是。不过倘若这些星子真是魂灵所变，如此美丽，他们生前也必然是好人吧。说得好，应该敬你一杯。凤大哥，我也要喝酒。阿巧，没事吧？啊，这酒好烈啊！我记得你说你酒量不佳，别勉强。啊，我和你说过吗？那应该是因为我常肚子饿，所以总是空腹喝。凤大哥，你怎么变成两个了？啊，我想起那天我见到王子时，他也是两个。啊，希望好人星子们能保佑我夫婿一切顺利。啊，凤大哥，你既然可以娶这么多妻妾，你的出身应该不错吧？碰巧有个好父亲罢了。你要好好辅佐商王子，知道了吗？醉了果然更有王子妃气势，微臣遵命。我像王子妃了吗？是是，王子妃，你还是别再喝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是王子妃，我自己走。是是。尽管做了准备，还是无法避免风雨悲伤，追兵随时都会来，拖累了往商都进度。今晚也只能先这样了，明日与他们说说加紧速度的事吧。
不知不觉离家也有一段时间了。青梅跟阿娘不晓得平安移居了吗？青梅有养成不明主的习惯吧，她手巧，想必没问题的。不过族长会不会又下令迁村了呢？我动作麻利点儿。阿娘，我先出去一下，晚些就回来。哦，你要去装置雨儿的那些东西吗？嗯。那你路上自个儿小心，别受伤了。嗯，我知道。雨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村子的。怎么了？有生火器具吗？你怕黑？你等等。怎么了？所以你的确怕黑不成吗？不，我只是……哎，这你拿着，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取火。你不会取货？我没见过这个。这个火髓我改良过了，很好使，一下就能把火升起。还是不懂，是方才我解释太复杂了吗？我重说一次，这火穗改良得很好，比起石穗更加轻便。你知道我改了什么？这器具虽和我见过的不同，但差异似乎不大。没想到还能这样改良，应该做了许多尝试。我只是看阿娘平日生活不便，所以就稍做了调整。这样啊。主也，我说了什么好笑的事？不，我只是想，我们明明一同旅行这么久了，怎么直到现在才真正的好好聊上天？哦，说到明烛，如何？那明烛也是你的改良物之一吗？算是吧，这个明烛是为了族人的安全而制作的。我小时候，咱们村子常在毫无防备的情形下被邻近部族侵略，族长总是带着大家迁村，逃到安全的地方暂居。一个地方住月余，
又要再迁。总是在以为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，族长又下令迁村。某个夜里，村子又被入侵了。我阿父起身战斗，奋勇抵抗。我阿娘带着我与其他一些村人顺利逃出村子。我阿父和一些叔伯们最后被俘，成了那些人祭祖的人牲。从那之后，我一直想，如果有方法提前防范，是否就能避免阿父和叔伯们的死。后来我自己研究做出了明烛，虽然这东西用处不一定大，但要是什么都不做，我会睡不安稳，有愧阿父。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给阿娘与义妹一个安稳的家，让大家不用再奔波迁徙。抱歉，都在说些无聊的过往。风雨说我故事说得差，你肯定觉得无趣了吧？不，你说的不是故事，是真实。我能感受到你话里的真诚，不会无趣。那就好。人生嘛，跟我族人的遭遇有点像。你的家乡也被异族入侵？我的族人自愿牺牲自己。为什么？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。我不懂为何要这样。或许有些事情比性命更重要。是为了什么样的理想必须要牺牲自己性命？这样被留下来的人不会很难受吗？那是他们的抉择，留下来的人就要尊重他们的决定。除了没什么。不过幸好你还在这里。嗯，这我总不希望认识的人随便死掉吧。沐月姐姐，司空大哥，你们还没睡啊？吵到你了吗？没有，大概是饿醒的。喂，阿奇，你也饿醒了吗？喂喂，啊，谢谢，司空大哥，你养的这猪好有灵性啊。他为何总能在我饿肚子的时候拿东西给我吃呢？动物的求生本能是与生俱来的。喂，啊？哦，为什么你们不聊天了？是我打断你们了吗？没有。沐月姐姐，说起来我还没问过你，为何你要去商都查找家乡讯息呀？你忘了家乡在哪儿吗？我记得，但是找不到。找不到？为什么？要不你告诉我你家乡的名字，也许我能帮得上忙。华胥。华胥？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呢？会不会是你迷路的时候曾经去过的某个地方？是这样吗？怎么总觉得不是呢？啊，司空大哥，你是不是被凤大哥带坏了？怎么嘴变得跟他一样坏呢？啊，
抱歉。司空大哥不用道歉，我其实也不是真的怪你了。司空大哥总是太紧绷了，放松说说笑笑也挺好的，但凤大哥那个坏嘴你可就千万千万别学了，是不是啊木叶姐姐？嗯。木叶姐姐抱歉，我没帮上忙，等到了商都我再陪你一起找你家乡的线索。嗯。如果到了商都也找不到家乡的消息，到时你要怎么办？你只需送我到商都，之后的事不许担心。司空大哥别穷担心，商都那么大，人潮熙来攘往的，怎么可能打探不到一个国家的消息？除非啊，那国家根本就不存在于世间。我累了，先去睡了。万一是吃饱了又想睡了。木叶姐姐，司空大哥，咱们都睡吧，明早还要上路呢。别装是在这个方向。走吧。喂。阿乔，反向了。啊，你还是乖乖跟着大伙行动吧。
行云深思行云深思凌云之师，好饿呀！子巧，咱们的粮食都要被你吃光了，接下来的路途该怎么办？再打给你们就是了。罢了，我们先在此休息一下吧。无所谓。太好了。很好很好，我脚也有些乏了呢。好吃了你吗？别担心。现在还不会。凤大哥，今天你怎么没借木卫姐姐的戟来看？你不是很喜欢木月姐姐的戟吗？之前常看到你在端详她，那把戟有什么特殊秘密吗？古籍中记载，某把神兵能改变商国动乱频繁的命运，让商人过上好日子。我只是好奇，是否就是在说这把玄涛戟？真的？那可以请木月姐姐借我们回去救个商国吗？这把玄涛戟是水神共工的武器，木月要将它带回家乡给她的姐姐，因为木月的姐夫为了这把戟而丧命。这样啊，原来是为了带回乡让姐姐睹物思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借了。我相信凭我和王子自己的本事也能改变商国动乱频繁的命运。不过这么一聊，我对这把玄涛戟不免有些好奇。木叶姐姐，可以借我看一下下吗？一下下就好。戟中的力量，骗子！你说过要成全我们，骗子！大白，救他！你要伤害他吗？就是为了救他，
必须把他从子晓身上驱逐出去。一起上吧。你没事吗？我没事，抱歉吓到大家了。竹子，凤大哥，回子国去吧。季阳姐姐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共工大哥好像几日没来了，你们起争执了，为了绝地天通，真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可这是为什么？国主说绝地天通是为民平天下乱象，这不也是在保护公公大哥的族人？江郎怎不知此阵的原因与功用？他应明白，此阵攻城之后，族人将不再受纷扰。他只是舍不下我。为什么？月儿，你不明白。是华胥人都不明白，那种心有牵绊的情感，我的身体里流淌着华胥与人族的血液。理智告诉我要以大局为重，然而我的心却为与江郎的分离而痛着。心有牵绊，相守便求朝夕一对，但
谁能懂？不求常伴左右，亦是相守的心意。姐姐，你很难受吗？牵绊，相守，这都是些什么心绪？为何会让姐姐和公公大哥这么痛苦？国主也知道这些心绪带来的苦痛，但仍要执行阵法吗？这天下真的值得牺牲这么多来守护吗？啊！季阳，不管我怎么说，你都不会改变心意，仍决定要去。江老，为了苍生，我愿意做力所能及之事。去他的苍生，去他的绝地天通，何以非你不可？季阳，与我一同离开华胥吧。江老，普济需要流离至高之人，我能充此之位，是我的荣幸。荣幸？为了荣幸，你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不顾，就连你我多年情谊亦可完全抛除。眼下苍生亦包括你。什么？眼下苍生亦包括我？原来在你眼中我与常人一般，原来这些年都是我多求了。江郎，若你真如此看我，我才真是错付了多年的情谊。姐姐，辅祭之职就由我来代替吧。什么？月儿，你在说什么？木月妹子，这是我与季阳之间的事，就算我再想与季阳相守，也不该以你的性命相换。不是的，我同是华胥人，也有至高灵力，即使未被交付辅祭一职，亦会留于华胥与族人一同引导核心。既然姐姐心系苍生，就留在人间与其他族人一块协助苍生亦可。再者，姐姐与公公大哥间的情分历经波折，得来不易，应当要有完满结果。替姐姐担任辅祭之位，就当妹妹我送你的最后礼物，好吗？月儿，你确定吗？我虽不清楚这苍生是否值得我们用这么大的牺牲换取平和，但我知道，我若替了姐姐，姐姐在公公大哥身边会很开心的，对吗？月儿，月儿，谢谢你。月儿，你这份恩情我公公永世不忘。公公大哥，我姐夫，姐姐就交给你了。月儿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季阳，一辈子待他好。
姐姐，姐姐。莫叶姐姐，你醒来了。嘿。终于。这里是。玄涛集。真的不在了。这儿是别庄。那天我们被凤玉的帮手袭击后都昏了过去，等我们醒来已在这别庄的逆旅。莫叶姐姐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为何你要道歉？都是我碰了那玄涛戟，不然你们也不会为了救我而失去防备，被那些人偷袭。莫叶姐姐更不会失去他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子乔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风雨早已预谋抢夺玄涛戟，我们要怎么防备？是我的错，明知道他心机深沉，却大意信任他，这么轻易放下戒心。明明已经历过斋谷的事，我还……要知道人心啊，总是在你最出其不意的时候从中迫害。可恨！你们真奇怪，抢着认错有什么意义？对不起，既然大家没有太大的损伤，财物也没有损失，休息几天就继续往商都前进吧。好在这几日房款，老板说送咱们来的好心神秘旅人已先垫付，之后的住宿咱们凑一凑应该还能支付。那玄涛戟的事呢？事已至此，再多想也没有用。沐月，送戟回乡的事你就放弃吧，反正这趟旅途的主要目的也不是那把戟，送你回乡之后我再替你。不，我要去找凤月要回玄涛戟，再去商都。喂，你要去找玄涛戟？可是莫叶姐姐，我们也不知道凤玉现在到哪儿去了呀。不要紧，我会去找。司空宇，若你觉得麻烦，我自己去找他即可。你回去和族人团聚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过护你回乡是我的任务，我不会中途放弃。好，莫叶姐姐，这祸是我闯的，我也跟你一起去把凤羽找出来。亏那日我当他是好人，这什么鬼手金子我不要了。发现凤玉的气息。什么？阿奇能寻味道找到凤玉？这阿奇是猪对吧？还是装成猪的狗啊？阿奇是猪是狗，会比追查凤玉的事要紧。也是。司空大哥，所以你也要一块追查凤玉那家伙吗？可是你刚才……我只是不喜欢半途而废的感觉，我会完成族长交代的任务。你们要一起就一起吧，
不过穆远，阿奇也许是有些灵性，但你真的就这样相信他，跟着他走？嗯，我信他，生物的本能不会说谎。好，就信阿奇这次，往他指的那个方向前进，也许真能找到风玉。不再休息一下吗？木叶姐姐才刚醒来。没事，我想早些拿回玄涛集。好，那么说走就走。出发之前还是在村里逛逛，补充些旅程必需品吧，特别是食粮。